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彼得彼得彼得猪，今天要教大家如何分辨正版盗版 B161 寻翼邪神。正版的情人证 Takaratomi， 盗版的是火焰，包装的大小跟厚度完全不一样，请不要买错哦。但如果你是买二手只有整颗陀螺没有包装的话，该怎么分辨呢？开始拆开后可以得到这些东西，赋予他们灵魂。完成，双方的小翅膀都显得非常有精神，因为都着火了。但是仔细看的话，还是可以区分正版的三个小细节有火焰标记，盗版的那三个地方怎么那么像小杂草？分辨的重点，请全部拆开，翻到背面，认证他们的模具编号还有螺丝，就完全不怕拿到盗版了。不然现在盗版的技术真的是越来越进步，连机关的作动都仿得一模一样，有模具编号真安心。接着换 1S 铁，火焰牌的盗版真的很用心，连 1S 还有中间的 LR 都帮你写上去了，但是旁边的纹路还是正版的比较尖锐。翻到背面，直接破解正版铆钉盗版时十字螺丝，而且它的齿痕怎么那么开？再来是 WH 铁，盗版的没有写，枉费我刚刚还夸了你一下。背面原来盗版已经表明了一切，他们没心。最后是 R 轴，盗版的颜色好接近邪神，反而比较有一致性哎，而且下面都可以转，可是盗版的很卡。分辨重点，请看螺丝，正版平面，盗版十字，正版紧实度，松我给6.5分，盗版紧实度哦比较紧呢，我给7.8分。可恶，盗版竟然比我紧，看我打爆你！加油，正版的邪神，让盗版看看正义万岁，爆裂吧！两个颜色真的很像，可是比较亮的是盗版的，比较暗的是正版。双方都没有爆裂，第一场竟然是持久赛，哇！加油加油，能不能撑住呢？正版的，拿出你的，呦！第一局是正版先得分，来吧，好的开头。哎，盗版的贴纸喷出去了。这在比赛不知道算不算犯规哦？这里不算啊！来爆裂它！正版的突然摇晃了一下，没事没事，虚惊一场。这一局是哇，喷贴纸的比较强，1-1。加油！击飞它！盗版的飞回来了，讨厌。出去不是很好吗？哦，爆裂，爆裂，再爆裂，蹦嘎！哇，两位邪神惺惺相惜，都舍不得打爆对方。哦，来喽来喽！哇，这一场正版的赢了好多哦，2-1，冲啊！爆裂得分比数瞬间逆转，可恶！看我使出黑暗秘技，不知道这一招的，请看这一步。来吧！这可是盗版获胜 ，no！ 黑暗秘技再度失败，讨厌！彼得猪，请让我们打10分，我就不信我会输给盗版的。来哟，打100分你也不会赢我啦！来吧，打了就知道。加油，正版的爆裂！讨厌，7-2。加油！寻翼邪神乱太郎，嘎爆裂！不能让太盗版的，哇，来不及了，9-2，还有1分，换成异色版的跟你拼！上啊，让盗版的看看啊！
七十二分之一还是无法打败盗版，恭喜11-2获胜。没关系，我抱我骄傲，因为会抱的才是真邪神。是谁欺负我的好妈鸡？是我，就凭原装的你想打败我，你做梦去吧，打了就知道。看一集，再来一次。哎呀，加油，战神，再爆裂他一次。哦，这一次盗版的邪神撑比较久了。哦，能不能撑住了？撑住了，撑不住，而且贴纸还走位了。无伤不成礼，再来。直接到场外爆裂，恭喜正版战神替他的好妈鸡讨回颜面，谢谢战神哥，请接受我的一拜，还请各位支持正版。虽然盗版很便宜，但是如果你都买盗版，正版的销售变得不好，导致公司以后不出新陀螺了，到时候你连盗版都没得玩。